孩子们啊，在咱们乡下了啊，孩子们念书啊，现在还不干净的东西，那是为什么？孩子们，小姐都喜欢看的一点，看来先生、先生来看的一点哈，看的一点。你讲的。啊，不是，不是。他都来填那个书，表文，表文。本来在小峰那边住的，一两千地方，他们过来填这个填什么？他来填书，来跟宝来填书，那个什么？今天填听说你的填书，那个什么？他来搞书的，来标你以前的。看出来了。过来把你讲到，啊，现在基本上来回，那这样两个吧，走吧，来地那个地方。就暂时休。